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绍一下我手上面呢包车厘子味烟丝。好多人咧都会觉得车厘子味烟丝咧都会有阵药水味嘅。其实呢只烟丝咧，几得意嘅，闻落咧系有少少药水味，但系咧食落咧又几香几甜嘅。咁同埋好多新手都会问啦，一包烟丝其实可以卷到几多支烟呢？我自己40克嘅烟丝咧，其实就大概卷到150支。咁若果你系多烟丝嘅话咧，就例如大概82支左右啦。咁所以若果大家想试一下自己卷烟，又想试下香味嘅烟丝嘅话，不妨考虑一下我手上面呢只绿牌嘅车厘子味烟丝。